现在如果真的种庄稼的话，那为什么那么贫穷？还没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说看了，
不合理的，因为这个褒义要成熟的话呢，在佛教里面专门讲，有些业力是积存当中成熟，这叫做现世报；有些业力呢是灰尘当中干熟，这叫做成熟报；有些业力呢就是再过了这个很长时间一合才成熟的，这是我们实践当中已经过也是会如此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山有山报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参测这样的话语呢，也是适合的。 但需要就是还要这个业力，所谓的业力呢，就是它是非常一个复杂的这种这个哲学观念，那一定要通过一种系统的这个学习以后，才能知道是这个三有三宝的真正的这个证明。因此呢，我们现在做一个好事呢，就是不一定马上要。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都有些人是很爱学习，但是呢，你爱学习的话呢，马上不一定会就是什么的就是。 开始这个出现就是他的故啊，这一点是一定要有一个逻辑关系在里面。你好，那个我是教科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刚才我有听见那个康梦你讲说。 随缘，因为随缘，一个是您说那个分积极随缘跟消极随缘，我想知道就是怎样，就是如何吧，如何那个有那个积极随缘，就是这方面应该怎么做，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放在如果放在学业上或者说事业上的话，应该怎么理解？谢谢。我是这样的，这个随缘这个词呢，其实。 禅宗也经常这样讲，随即开悟。还有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经常这样说。但这里面我们有些人是随缘吧，什么事情都是不如你，而随缘放弃的话呢，会错过许多的机会，所以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在如理的情况下呢，如果你没有考上，如果你没有找到特别难以的工作，但在这个之前呢，你就特别。 应该有一种这个入理的去做了，但最后这件事情失败的时候呢，你如果心里面有一个尊严，连个概念的话呢，你对这件事情是不会就是特别的这个痛苦，特别痛苦，甚至有些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感情啊、生活的追求，追求当中呢，最后你自己希望特别大，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没有成的。当你没有成功的时候呢，可能你已经就是。 特别的这种上心啊，甚至有些人呢，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好的这个手段来，就是为他自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种这个随着缘分吧，就是其实随着缘分的话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风顺的，全部会这个如愿以偿。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人和一件事情的成功的话呢，其实它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因缘。这一点呢，可能我们在大学的这个知识里面基本上是没有学。 我们如果学习了一些佛教的居士论和佛教的拜业经，在拜业经的这个因果论当中的话呢，的确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事情呢，刚才这位同学问的一样的，有些是这个精神当中报的，有些是现来世报的。那这样的话呢，我对这件事情的不成功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精神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也有很多现实的成分在里面。 那个时候我会笑得开，而且呢，这是一种有积极的态度。你对这件事情呢，就不会有一种排斥，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抛弃的这个态度。但是对于个人来讲，你对自己的虔诚呢，就是一定会是很光明的。谢谢。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生活中如果有人对一件事情，比如对生活吧，会抱怨。 然后就是，他的想法很执着，很执着的话，怎么样？就是，因为不好，就是比如说抱怨生活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才能让他放下？谢谢。你不放下？啊？让他放下？没有听懂？那个，我想，怎么说啊？ 其实我刚才讲，我们现在对这个社会的很多抱怨呢，其实不管是从放在个人的身上，或者是他人的身上，
这是不太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抱怨的这种这个作用啊，也其实反过来说是应该是反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一件事情呢，当它不成功的时候呢，就是可能给我们怨别人的；当你成功的时候呢，就认为自己的光荣，很多人有这样的毛病和习气。其实这是很不好的。当你成功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说是别人的贡献。 当你不成功的时候呢，这是自己的过失。所以我们在西藏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种格言，就是说这个失败亏损呢，就是自己代受，生米利益贡献给他。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这种这个格言呢，人生格言。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在这个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失败啊。 有一些不好的现象，这个时候我自己享受，我自己代受。那所有的错都是我自己，而所有的对，所有的这些好呢，就是奉献给他。其实这是做起来是应该是很困难，但是呢，实际上很有意义的。然后你跟别人就是说，让他就是放下，就是这种可能有时我们所谓的事情放下就不一定能放得下，但是你真正动到其中的意义的时候呢，你才能放下。 建立在一种战友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这种执着，主要是这个，我们对别人这种执着是站立在一个建立的战友的基础的话呢，那么一旦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或者是别人有些小小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已经改变了我的这个态度，在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对他也是特别的这个失望。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这种所谓的爱，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执着呢，建立在一种无有条件或者是比较这个这种宽容的这个心态上的话呢，那么就是当你们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可能就是心里就是受到这个刺激或者是创伤。所以这是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很难以过关的。 但实际上呢，你再过了这个十年20年的时候，你会不自己的人生呢，你很会可笑的，因为对该庆的问题，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孩童时代的时候，对围绕这个抢玩具的时候呢，当时我哭得特别伤心。可是我长大以后，我当时的这个心情呢，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就特别愚蠢，特别可笑，不应该哭的。当时我的这个玩具没有也可以，有也可以，为什么我当时那么伤心？ 同样的道理，你随着年龄的长大，就是最后你到了这个人比较成熟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思想有了一些这个宗教的影响，在这个时候一观想，一看的话呢，哦，原来对别人的执着啊，我当时如此的伤心，就几乎都是我这个人要倒向去了。那这种执着呢，就是的确是特别愚痴的。你这个时候是非常明白的，所以说我都特别向往，就很多现在干。 这个年轻人呢，就是这个他们如于一种干净的迷茫的这个妄当中，无法这个无以自拔，非常这个可怜的。有些人瘦，有些人不瘦，但不管怎么样，自己每天都是在沉溺在这样一种这个苦楚当中。其实你如果真正是动到了这个人生的一些基本的规律的话呢，就。
就这些是没有什么，这是一个年龄阶段当中的一种自主而已。当你到了再过了一段冠一科的话，那就是其实这个是不是什么就是非常这个值得珍贵的，或者是这是人生当中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宗教信仰呢，实际上，比如说你信基督教、信道教、信儒教或者是佛教，然后你的这个信仰呢，有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表面上是到寺院里面去烧香拜佛啊，这个是也算是一种这个信仰，也算是一种信仰。但在某种层面上呢，他不知道这样拜佛这样的话呢，到底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对方是这个佛和这个圣呢？现在的是分不清楚。其实这是一种迷信。现在很多寺院里面天天超佛拜什么超佛拜佛的，有些人呢，我就感觉可能不敢这么说，但是呢，也带有一些迷信的。为什么呢？你为什么拜佛的话呢，他就说不清楚。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智慧，也同时看一些前辈大德或者是有智慧人的一些真正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书，最后呢你就知道是哇，释迦牟尼佛就确实来到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些是不惑人生的真理，对自他的这种解除困苦啊，消除痛苦啊，解决生活问题、人生问题，有着不可磨灭的这个作用。这个时候呢，你真正从内心是心看圣主，就是对他诚信不疑，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这个信仰，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其他的实践人呢，就是认为是表面上是对他这个信，但实际上呢，你一米多少，并不是完全明白。所以这是这种信仰呢，不管是知识分子信也好，或者老百姓信也好，实际上这是一种这个迷信。所以我经常在说，你拜佛不一定是这个真正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功德。你烧香呢，不一定是真正的信仰。有些农民呢、老百姓呢，他们都是为了大禹。我以前去过南方，南方的时候，有些老百姓呢，他为了大禹，就是然后去拜拜佛、拜拜佛，这些是一种迷信。实际上真正知识分子的心性的话呢，是完全，以前我这个看过梁启超的一本书啊，梁启超的一本书里面就讲了这个迷信与真心之间的差别。虽然他说佛教的这种信仰呢，就应该是知行非迷信啊，真正的佛教的信仰呢是一个知行，就是不是迷信的。但是我们人呢，有时候是你不懂道理而去信仰呢，就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这个真心的，也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真心很重要，不要有迷信。谢谢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出家人是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肉的，但是为什么济公活佛会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济公和尚呢，应该在历史上是承认的是他是一个这个成就者。如果成就者呢，酒肉穿肠过的话呢，佛祖也有点信心。但后面有一句话呢，食人血我者，食人信邪道。就如果有些人呢，像血我，然后都喝酒、都抽烟这样的话呢，都那个吃肉这样呢，就是这个人是已经信的邪道啊，就是他济公后面一句呢，就是很多人都不重视，好像没有看到。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的，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有一些修行的境界特别高的时候呢，如何不如这个其他的食品呢，就和其他的这种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差别性。以前
我们这个银族啊，有一个大臣，就是他喝完酒以后呢，就是他那个酒的这种这个醉味呢，就是从身体当中就是可以发出来，那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天主像。的确是济公和尚的，他是非常神奇的。像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呢，你喝酒啊、抽烟啊，就这些都是对他来讲是不会有障碍的。但其他的一般的实践的一些出家人啊，或者修行人是血啊。现在很多人因为以前的一些电影啊、媒体啊，好多人根本对佛法都不懂的人，天天喝酒啊。有些领导也是这样的。我在藏地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天天把这句话说呢，就是天天喝酒。啊，没有是佛陀有信件，但是实际上佛陀还没有留在他的信件，就是他天天都是喝酒，就是最醉的难难的，就每天都是迷迷糊糊的。其实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不管出家人在家人，不能说大话，就是你自己没有到济公和尚那样的境界的时候呢，你不能有随便就是有一种特别高的境界的词呢，就是开始为自己作孽，造恶业作孽，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之前我读过您的书，也很高兴听您的贡献讲，感觉很受启发。但是呢，心中还是有很多困惑的。像您刚才也说过，心理学是一门教人幸福的这个学科。我本身就是我们教科院心理学专业的，但是很不幸，我感觉自己并不幸福。不幸福。下面就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20多年来，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直不顺利。首先是说，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家庭变故，然后就是说，感觉到当时很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想想还是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之后在学业上，从初中、高中到大学这之间，这个学业也是几经磨难，才进入的大学。然后到现在我都已经大三了，也憧憬过这个在大学里谈一场恋爱，但是呢，截至目前我已经追过5个女生了，但是更不幸的是，没有一个女生愿意答应。对于这些呢，这些我不知道在大家看来是不是可以称为磨难，而面对这些呢，我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有试过自杀，但是呢，我都是一直就是耐心忍受的，但是我一直都心里都一直都不快乐的，我就觉得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经历这些磨难吗？也不是为了受苦而来的吗？按照我们佛教的说法，就是说，因果报应，因果轮回。我今世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应该就是说，因为前世造了很多孽。按照因果轮回来的说法是，如果有好的报应的话，那应该是在后世才能有好的果。但是我现在考虑的是，我如何在现世这一个。在现在就在现实能得到一些好的报应，然后消除一些这些对我的负面影响。谢谢。时间你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学可能对你来讲是非常很幸福的，实际上荣格的这个心理学呢还有我们很多的有些心理学的书，心理学的教材都非常多。我刚才提醒的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内学，佛教叫内明学。内明学的话呢，主要是探索这个内在的一些心灵健康的深深道理。如果你学到这样一个话，逐渐就是应该会营造这个幸福的这个情绪。那么你刚才就是说是从小到现在呢，你的这个生活就是也是可能频频发生各种不如意的这个事情。
但我像有些从你自己描述的过程当中呢，也不一定是不如意的，有些是可能非常如意的，也许是你也是应该快乐的一面也诱惑，只不过是有些护理的一些现象而已。但实际上按照我们这个佛教的观点的话呢，的确有你自己所说的一样的，这个跟前世的福报、前世的业呢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呢可能要好好的记住在心里，也许以后你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可能需要的。因为每个人的前世的业不相同的话呢，今生当中的路你呢有时候是可能是不准同的。的确有些人成绩非常好，但是往往在一个考试的时候呢他就不成功。有些人的人品很好，但是往往会被很多人呢就是被抛弃。有些人呢有各种社会关系，但是实际上最终的话呢效果都是不理想的。种种的业的这种，佛经里面也说了，就说是这个业的这种网啊，就业相当于是一个大网，就是非常的这个广大啊，光谷无边。因此我们如果在座的人真正是动到了一些因果去的话呢，有些事情呢我可能只有好好这个忏悔才能呢就是弥补这个前世所造的这些恶业。那么今生当中的生活的这些不平呢以前有一个大德呢就是他是讲过，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活是不顺利，但是也许对你来讲是变成一种顺缘。我们现在看呢也许是有一些顺缘，就翻过来是不是也许就变成危缘。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有些人呢就可能从小就是家庭啊各方面有一些困难呢包括这个感情呢很多不如意，但是对你的人生的磨练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这种相上的作用。有些人表面上看呢有钱有理有什么样都有，但是呢你到了社会上以后呢，就是因为现在有些领导的有些富贵人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他特别特别的脆弱，他从小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王子和这个公主一样的就是对待，这些到了世界上以后就是非常不成功的。因此我们不能像是我们人生当中表面上看来的一种这个灾难，或者是表面上看来的一种不顺利呢，你不要把它看作是不顺利，应该是这是一种这个磨练的这个机会来对待。这样的话呢你生活呢就是有这个有价值的，就是将来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有意义的。您说的这个我这个道理我是懂的，但是就相当于我之前读过很多这个佛学的故事，也他们都说也总结一点就是好像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耐心忍受，然后就是放开看淡。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但是就是放不下看不开，所以说我想问一下这个首先是应该从理论上明白，然后呢所谓的放下不是那么很容易，想放就放下来，想看破就看不破，不一定是这样的。通过很长时间的通过训练修行以后的话呢，才逐渐就是你慢慢的让你能够放得下来。因此我们现在相当于是有烟瘾的人呢，虽然道理上知道是这个黄色的海螺呢白色的海螺已经变成了黄色的，但是你的这个病没有好之前的话呢，你一直看的是黄色的海螺。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个刻度上是你说是动了，实际上是并没有动。如果你真正动了的话呢，那么你所执着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不会就是去真正去担当它的。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动呢只是冥想上或者是字面上理解而已，真正如果彻底的动了的话呢，那么我们再也不会去执着它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理解和通达呢就有一定的差别。好，谢谢看过，没有。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留三个名额给大家。尊敬的他们，您好，我是教学专业大四的学生，今天非常荣幸得到您的授感觉，受益匪浅。我就是想请问，佛教中讲的皈依是什么意思，以及皈依的意义是什么？
请他们就开始，谢谢。好。这样的，所谓皈依啊，皈依的话呢，就像我们相当于这个实践当中，去参加公亲团圆，参加这个参大、主大，有这样的。那么佛教里面，它有它的意识。所谓的皈依呢，就是是依靠它。怎么样依靠呢？我从现在开始，依靠这个佛，依靠佛的佛法，依靠佛的这个圣众，也就是说这个皈依圣。那么也就是说，皈依三宝呢，就实际上从现在开始，跟着这个佛的教育去做，这就知道这个这个皈依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皈依呢，有共同皈依和不共皈依，还有呢，就是你所这个特殊的一些皈依等等，就是、有许多的分类。那慈悲的堪布，您能不能现场就是给我们做一个皈依那个仪式？能不能皈依？皈依的话呢，我想我们这里有些可能想皈依，有些不一定想皈依，但是我可以念诵一个皈依偈，你们不想皈依的呢，不会影响，就是不用害怕。然后想皈依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念诵，从皈依的时候呢，我们一个要皈依有大乘皈依和小乘皈依，还有很多的方法。那么最高层次的皈依呢？我为了就是天下无边的所有众生而皈依三宝，就是这样的这个心情是最上等的这个皈依。所以我现在呢，念诵一个这个皈依偈啊，老妈拉叫声九，三杰拉叫声九，九拉叫声九，棉拉拉叫声九，老妈拉叫声九，三杰拉叫声九，九拉叫声九，棉拉拉叫声九，爸妈拉叫声九，三杰拉叫声。除了叫声九，别人拉叫声九，南无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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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希望看看妖道妈妈当中的具体混乱同学，啥东南地有的拉走了多钱，钱个光旁边都笑我。我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名大二的一个学生，我想问您几个问题。首先呢，我想问一下，您是如何看待那个社会上的一些那些算命的？啊，可能问题有点那个。算命吧，其实应该说，这个湖南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算命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历史，包括这个道教。的一些仪式，当然这个说明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道理，但是现在的很多算命呢可能有些是为了挣钱，不是很正常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所有的算命都是假的，其实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算命有时候呢在自己人生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也有这样一种认命的东西。不管是我们卖任何东西呢，就是可能是正的还是假的要分清，所以算命大卦就是好多现象呢，我们也不能一概全部忽略，就是这是迷信，这是假的，就是否则的话呢，你可能跟个别人算命呢，就是特别准，以前古代都有这样的。那么我们也不能就是要算命的都是很好的，有些是完全是骗人的、骗钱的，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可能要一分为二的，就是要去这个。相其观察就是才能，我个人是这样，我对这个算命呢也感兴趣，但是呢也会注意。那您会看相吗？我会看，但今天不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来之前呢也关注过您的那个微博，我平时呢对这个藏传佛教，也就是密宗也。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了解。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法器都是用人骨做的。佛教不是以此为怀，为什么会要用那样的一些东西？
我很感兴趣。其实那个，你跟我微博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我微博上面从来没有用过，是一个人口话题。那个，其实我们这个国家当中，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很多话题都是用的，不过是这样的，在迷踪当中特殊的一些，比如说修这个断发的。修断发的一种这个修行人的境界，就是到了一定层次的时候呢，他用那个人骨就是吹号啊，还有呢就是人骨就是修一个秘方的特殊衣柜的时候呢，做那个束骨啊，还有这个人骨这个做的粘轴啊，就是咒子，就是当当，就是有个别的一些特殊的用法。那现在呢，好像这种行为呢，很多人的一好奇心，然后以好奇心呢，就是绝对是这个人骨做的任何的一种发型啊，绝对是很好。所以很多搞商业的人呢、啊，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有一种买的这种这个生意产品来，就是开始配用啊。其实佛教当中是一个特别神秘的、保密的、有特别的一些特殊用具，但是这个都是不公开的。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呢，就是他们都是有故意的一个这个推销的这个作用。所以很多还有以好奇心呢，这个开始这个清什么这个头发啊，甜牛盖啊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这个呢，也不等于是这个佛教不慈悲啊，因为它这里面的所有的都是人死完了的这个骨头就是用的，并不是说是故意杀人就是把这个人骨拿来，所以说对这个慈悲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它没有一个。就是活着的这个人的这个人骨拉出来，就是让同事都没有，所以这个跟慈悲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他的习俗，就现在已经变了于社会。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作为佛教的诞生地印度，为什么他们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反而佛教不是非常的发达，反而是印度教很昌盛？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无常。我们这个洛阳呢，就是虽然是这个中国，这个佛教的发源地，但是在这里的佛教呢，并不是那么很兴盛，包括很多大学生，所有的佛教都不懂，所以呢，这是一种这个因缘，时过境迁，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这个会变的。其实，印度现在佛教也并不是不兴盛的，印度金刚宗、印度四大圣山的话呢。那么来自这个世界各国的所有的这些教徒在那里举行法会，包括现在这个印度教以外的，就是佛教呢，也在印度来讲，我大概是在1991年就是去过印度，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应该说印度的这个佛教呢，就是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不兴盛，还是非常很兴盛的，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呢，在印度来讲是非常兴盛的。谢谢您耐心的解答。以前是那个咱们南阳佛学小组这个陆行润学习小组的学员，以前只能从这个电脑上看到您，现在看到这个真人了，觉得特别激动。我想请教您，就是说马上大四了，面对着很大的就业压力什么的，我是想，我应该现阶段应该是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知识学习上呢，还是应该拿出一部分的精力确保每周的公休？哪个对我的将来人生有更大的意义？谢谢。这个可能根据情况，就是一个是学习那也不能拿，因为对你们作为这个高年级的大学生来讲，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辛辛苦苦的学了这么多年，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要回馈社会、融入社会的这个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自己的学科呢，就是因为学过以后就是不积极，因为学过以后呢，比较专一啊，就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包括一些发现人员的话呢，我经常跟他们讲，不要影响自己的工作，不要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我们按照这个学过的有些修学人员呢，不一定就完全到位，但是呢，还是要在这个自己学业不耽误的情况下进行努力。然后以后自己有了就是各方面的满意的一些环境的时候呢，再次的步上去。谢谢张总，谢谢大家。Thank you.
您好，我是经管学院的大二的学生，我想问几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想要的都是一些因果关系，都是欲望的产生，有的虚荣心，而且还有一些攀比心，往往会忘记我们是谁，我们真的需要什么。也就是说，如何做到寻求自我、反观自我和内视灵府，如何做到静，就是相当于不动。其实刚才你的这些问题呢，在我们现在这个虚荣心特别强，就通货膨胀，还有呢，在不管是在学生还是在大人之间偏僻性特别强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呢，我们的内心啊安宁、内心啊快乐，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呢，那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永远都是不会不快乐的。你有一辆车，还要买两辆车；你有一栋房子，你可能还要买两栋房子；你有好几栋房子的，你还不满足，你还想过来买房子。这样一个，你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以前有些领导说是为了满足这个人们的需求生活，其实满足不了的。我们的心思永远是一个，实在没办法填满的一个大的坑，这个是用物质来填满是很困难的。我们应该有一种满足感，应该有一种自我认识的这种这个智慧。这种智慧呢，在佛教当中处处都会照顾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短短的时间当中呢，不可能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这个说的非常这个明明白白。但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学者啊，很多才子的话呢，将来这个人生的非常美好的这个开关呢，这个应该是即将要开始。在这个社会呢，不单是我们要这个充实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同时呢，不能忘记就是内心的这种这个安宁。内心的安宁呢，应该是唯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呢，就是最完美的、最这个究竟的这种这个答案。今天可能还有很多同学呢，这个好多的问题，我看到刚才标题上呢，有些人不止两个问题，有好多问题的心里已经写好了，可是时间关系啊，就是恐怕是不能就是一一的这个回答。如果我们自己这个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呢，现在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啊，就是现在的很多通信是非常的这个快速，应该有各种途径大家互相这个了解这个佛教的这个深深法语。我个人而言呢，没有什么很多的给大家就是有价值的、有建设性的这种这个智慧，但是呢，我毕竟看过一些佛陀的这个智慧。佛陀的这种经论教育的话呢，对我个人，我所接触的很多，包括这个大学生的大学教授呢，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希望呢，以后就是大家就是多多的这个共同学习。时光总是显得太过短暂，有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能为我们带来人生的改变。我相信今天卡布的讲座无疑就是这样一种难得的机会。下面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卡布，大家一起鼓掌。